这时候我们就有敏锐的观察力，所以这样建议大家现在对于预防还是优先考虑痕迹，因为树屏的流量说是讲的，因为那个 YouTube 它为了要和 TikTok 抗争啊，它树屏的视频直接进入 YouTube Shorts 啊，这里面又莫名其妙会出很多播放数，也没有任何转化，对吧？大家还是做痕迹，因为做了痕迹，你万一被泄露，你第一时间就会发现。做了树屏可能播放量都不错，然后你的视频。怎么判断一个线流呢？很简单，你可以在谷歌和 YouTube 中啊，针对你几个视频，随便挑几个视频，把它整个标题拿去搜，把它搜得到搜不到。如果都搜得到的，就没有危险、啊。如果一直搜不到，而且发了一，比如说你发视频发了一个星期，播放数都是零，对吧？这个时候你要引起警惕了，十有八九就被线流。这个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新起号去做。那么老的这个频道呢，它也会恢复，它也会给你恢复啊，它的可能要过个一两个月。一般老的你就直接扔掉，就去开新的，好吧？限流这一波。